哇，对对对啦，今日份份报资料讲差饷物业估价处，新一年度嘅时候，所有物业估价先讲铺，楼同铺好唔同啊？铺啊系天堂同地狱，点解？你睇睇。买铺要买得铺，点解呢？因为铺嘅尺价王比起楼嘅尺价王可以高38.8倍，睇下后面呢间酒店你就知道啦。订追留底商报基金嘅时候，最差嘅时候过去啦。听日最后一场嚟参加啦，今季集资。后面呢一间景隆街同埋呢个嘅洛克道交界呢个嘅酒店店啊，先影楼上先啦。今日咧上晒报纸见到啦，就系、是、景隆街2号 A 嘅地下嘅 A2 铺啊，呢个大单边位咧。實用面積咧就講緊係6尺乘5尺，省成30尺到啦。最新嘅租值咧係每年48萬。8萬，即係每年咧大概40000蚊到啦，跌咗20% 啦 ，from 上一年啦，又講係從呢個社運肺炎前嘅時候咧，累跌就71% 啦，較2014年嘅時候高峰期咧，實收嗰陣時咧係講緊312萬啦，即係話每個月嗰陣時嘅租值咧係26萬，26萬乘12就312萬，實收啊，唔係估值啊，咁咧由嗰陣時高峰位跌咗落嚟係80%。你明白後面呢一間嘅鋪頭差餉物業估價處嘅租值咧係用2022年嘅10月1號啊去估價。咁之後咧就會喺4月1號去生效2023年啦，但係2022年嘅10月1號比而家嘅時候都差咗成半年時間啦，好明顯嗰陣時咧又未通關，咁啊又封鎖落嚟嘅時候咧，個戴曬口罩，恆指又跌到落去呢個嘅唔知17000-16000嘅時候，咁梗係市值租值梗係差啦。而家好明顯嘅時候咧，成個核心區睇下成條街周圍都係人嘅時候上緊嚟啦，係咁上嚟啦。俾你望下放環境先。嗱，呢度就講緊 SOHO 啦，呢個洛克道啦，最旺段噶啦。平時有風起嚟嘅時候，人專用段啦。嗰邊嘅時候去翻銅鑼灣廣場，去嗰邊嘅時候灣仔坊，望呢一間細細間嘅鋪頭仔，呢個酒店喺度好耐下啦，已經係嗱，記住啦，鋪同埋樓咧好唔同啊，鋪係天堂同地獄啊。通常鋪嘅時候呢個價值咧一貴起嚟，遠遠係用幾十倍係高過樓。點解咁講呢？用呢間作為一個實質嘅例子嘅時候咧，呢個咧細用面積就講係30尺啦，5尺乘6尺啊嘛。如果佢嗰時嘅租值啊，係實質啊，唔係估值啊，租佢出去嘅時候係每個月26萬咯，26萬除一除呢個嘅30尺，即係每尺每個月咧，實際嗰個價值租值係8667蚊，係香港有史嚟最貴嘅鋪啊！講緊香港貴得嚟嘅時候，講緊係羅素街、廣東道啊，或者海防道咧，都係講緊係2000-3000蚊啊，1000蚊，但係呢間咧就去咗8667蚊啊！依家咧就由8667蚊跌到落嚟1333蚊，依然係香港依家嚟講，憑我記憶啦，憑我所知道嘅係尺價嘅紀錄嘅鋪王都係呢一間，每個月咧嘅租值啊1333蚊，而家香港冇嘅，咁啊講而家香港新租嗰啲全部都講400-500蚊到嘅啫。咁但係咧記住啊，喺香港嘅樓王嚟講嘅時候咧，曾經有報道過啦嚇，冇報道過我唔知道啦。報道過咧就係2012年嘅時候咧，就5月份咧曾經咧就恆基有個單位喺西半山嗰度，就叫做天匯嘅頂層複式單位，嗰陣時嘅月租係125萬，頂層複式單位，實用面積係5732尺，即係實用尺價係講緊每個月218蚊。嗱，呢個係樓嚟講最貴最貴頂層複式單位，全新樓向海啦，218蚊嘅樓啊。但係尺價嘅鋪王最貴嘅時候係講8667蚊，最貴嘅樓咧係講緊218蚊啦。咁取除嘅時候咧，即係鋪高過樓38.8倍。38.8倍啊！天堂地獄啊！樓價咧每一跌落嚟嘅時候跌80%多嘅，咁但係鋪價嘅時候咧租值咧就跌80%多啊，90%多好常見啊。原本嘅業主咧就喺呢個2009年嘅11月份啦，用2.36億咧係買入咗景隆街2號嘅神樂貨嘅。咁由邊位開始咧？呢個樓梯位開始揀，就揀咗幾間嘅鋪頭。咁呢個連埋咖啡店啦，連埋呢個拉咗閘嘅地方，連埋呢一個嘅酒店啦。就再過去啦，連埋呢個嘅時裝店啦，再去到呢一間嘅 Mother Pearl 呢個嘅珍珠奶茶店。嗰陣時啊，2009年嘅時候咧，業主就用呢個嘅2.36億壓力，咁咪計數呢一 lot 嘅就而家幾值錢啦，啲回報都好高啦，恭喜業主啊，又恭喜租客，繼續做多50年啦，恭喜恭喜！我哋傾呢個，唔係
好意思，我忙緊少嘢，唔好意思啊。